小趴被禁言24小时。事件是这样的，哥斯拉连坐返场，优气妹妹花了几组去抽那个衣服，抽到了，她就想 M 出去 ，M 出去呢就要发喇叭，对吧？她就搞了那个圣诞喇叭，对我祝福，你祝福个锤子呀！我祝福一次还不行，还要祝福第二次，说我是工具人。然后她两个祝福喇叭发出去，很多人就过来私信我，这衣服多少 M 呀？我就跟他们讲，这不是我 M 的，这是优气 M 的，你们去找他。完了，等到晚上。我上线一看，他喵的，我被禁言了，这谁给我举报的呀？我可啥都没干呀，为什么优气没有被禁言，我被禁言了啊？这么不地道。后来就有人说，小八你去让咖喱妹妹的客服给你解了呀，让他给我解，我特喵的，他不在客服那再给我举报一次就不错了。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不回你们，是我说不了话呀，我太难了。